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好，咁啊，香港出路啊，今日特别啲，我带住医生讲嘢啊，因为医生咧就其实就公布咗噶啦，不过就好似就冇乜大宣传咁啦吓，话会准备呢个参选立法会，咁我都即系。做咁耐评论员啦，近来又问到我，我都仲系唔讲住啊，睇真啲系咪先咯啊？系嘛，即系睇下吓，唔系即系足够啊！依家仲有2个月啦，好多人都仲未决定，咁啊医生就系已经决定咗，都有一两个月时间啦。4月几啦？4月中即系好决定系要去啦，咁啊坐言理行咧，写咗个几十页嘅政纲系嘛，30几页嘅政纲啊，咁啊网上可以。当然啦，即系肯定系言之有物噶啦。因为我哋基本上你问下啲政党好政治人物好，究竟佢哋嘅政纲系乜咧？有冇一啲特色嘅咧？冇乜噶，个个都，你抄我抄你咁，就乜都唔系啱噶。民主派系多咗啲民主啦，系咪？咁其实随住民主，其实已经尘埃落定，又未一定啦。咁但系起码而家叫做有个清楚目标啦，2017，系咪？咁当然我哋系喺原则上系话最好听日添，系嘛？即係呢個冇問題㗎嘛，大家原則係一樣，但係似乎亦都冇乜人有咩方法話唔俾嘅時候，你可以早啲點嚇，發動啲咩都冇人講，有個民主派冇講先啦，即係咁叻，你發動啦，我睇下得我支持啦，係嘛，但係冇，暫時都冇，大家就口頭上繼續要求提前，咁啊有得提前，醫生一定贊成啊，呢個冇需要懷疑啊，係嘛，即係如果冇嘅話，咁好啦，當我哋就係遲少少啦，2017啦。咁就定晒啦一切，咁其實我哋係咪要開始 review 成個香港嘅問題呢？即係對當我哋唔需要再拗呢個政制嘅時候，係咪？咁就算個政制繼續要爭要拗，咁香港我每日都在進行緊㗎嘛，係咪？咁其實香港積累咗好多問題喎，回歸前、回歸後，即係有20年時間啦，其實香港係一個政治城市嘅，高度政治城市嘅，咁好多我哋嘅問題嘅積藏咗、掩蓋咗㗎，係咪？咁其實呢個可能亦都係個時候咧，即係話回歸翻咧，政治就每人發生緊嘅事，我哋開始就面對呢啲事啦。咁醫生就好有心咧，當然我哋個節目都好耐啦，係啊，成兩年啦，即係兩年咧、其實上次啱兩年啊，啱兩年啊，上次我哋未必係最好啊，但係上次起碼提出呢、這個解決不同問題嘅方法探索不同問題嘅方法。咁呢個係比較少，即係人哋係即係咁有心去就曬唔同嘅範圍，我哋都討論過，係咪？咁啊，亦都有啲睇法啦，係咪？咁啊，醫生亦都有班朋友支持佢啦，係咪？咁啊，亦都有個即係醫生啊，算係俾人覺得係另類嘅醫療界嘅人啦咁而家主流醫療界咁不即係咁overwhelm 咁霸道嘅情況之下。咁啊，相信亦都好多人高興見到有另類醫療嘅人出嚟，即係喂，蘇花幾好㗎，嗰啲反應提供係嘛？唔係有 email 嚟㗎，即係有一個小後生啲咁多嘅，好積極話想嚟幫手。咁今日都有啊，就話哇，即係同阿醫生嗰個理念好相近啊，即係真係呢個Utopia。即係佢好開心啊！咁樣竟然有人講出嚟啊！咁當然啦，佢都係集中講你強調嗰三樣啦，司法、醫療同埋教育咁樣，係啦。咁啊，醫生做乜咁鬼有心，今次撲走出嚟選啦咁？呢個第一步嚟啫喎，了解醫生即係成個希望改變香港嚇，出嚟參選其實係第一步開始啫嚇。咁其實咧，關於嗰個參政呢個問題咧，我哋過去我一直都覺得咧係。冇乜用嚇，因為始終咧我自己加入過民權黨嗰時陸公衛，咁我記得陸公衛咧就曾經噏過一樣嘢嘅，咁呢個好似話係
尼采讲嘅吓。嗯。咁佢话咧就点解我哋要参政咧？咁咁佢话咧，我哋参政最主要嘅原因咧，就唔好俾嗰啲俾我哋低嘅低劣嘅人嚟到统治我哋咁样样咁。嗯。咁原来呢个咧就系尼采讲。变奏嚟啫，尼采个本身嗰句唔系咁讲嘅，应该。尼采就个意思系反对民主嘅，即系觉得民主就整啲平庸嘅人走出嚟咁样，有乜理由我哋啲即系个社会应该揾啲精叻嘅人去精英去管嘅。管咁，但系所以佢就好讨厌民主嘅。系啦。即係有乜理由？即係精英要俾一啲平庸嘅人管嘅，咁但係呢個哲學啊，本身係咁，陸公衞嘅變奏嚟嘅啫。哲學家好似係咁啦，呢個即係陸公衞。咁好啦，咁即係嗱，咁我哋可以咁講咧，我其實由中學開始啦，其實都一直有啲咁樣嘅好得意嘅諗法嘅，即係成日即係諗下人類嗰啲問題啊，即係人類點解會咁樣樣啊嚇？咁我哋世界上有冇即係烏托邦呢回咁樣嘅嘅境界咧？做唔做到咧？咁其實我喺中國一直都咁投資嘅。咁但係始終咧，我即係我屋企唔係一個有啲咩任何政治嘅經驗或者背景嘅文化嘅家庭嘅。咁所以我一直都冇話真真正正係喺呢方面咧即係去積極做啲嘢嘅。咁但係你睇到啦，我哋有咁嘅心嚇。咁點解我會加入另外兩個政黨呢？咁其實我都係希望呢係有乜辦法呢可以幫下佢哋做啲嘢嘅。咁、但我過去差唔多都成八年嘅經驗啦。咁、發現呢其實都好難嘅。即係佢每個政黨有佢政黨嘅需要，同埋佢哋有不同嘅人都有不同嘅爭，即係有啲爭執喺度嘅咁。咁所以最終呢我覺得都係即係好似冇咩做得嘅咁。咁我就話不如咁樣啦，咁我哋不如自己成立一個香港更好大行動啦，咁其實個目的就係話呢，係將我哋嗰、那個諗到嘅問題所在之處，問題嘅起因喺邊處，點樣解決。咁其實我哋就諗住借呢個途即係呢個途徑呢，俾多啲人知道呢，其實呢我哋係有咁樣嘅諗法，係香港問題可以咁解決。咁大家如果係聽我哋呢個節目過去兩年呢，其實你都係睇到我哋個精髓喺邊處嘅。咁頭先阿黃永都提及啦，其實唔係香港唔係好多電台咁樣去做呢個節目嘅。咁而我哋過去嗰個文化嘅經驗嘅文化咧，都係咧，我哋就會鬧鬧鬧、嘈嘈嘈、批評批評批評，但係去到最後都係冇咩具體解決嘅。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即係香港人嘅過去嘅經驗嚇。咁即係點解會咁呢？咁可能香港人對個政治呢都好似覺得好好睇得好淡啊。咁亦都咁喺外國西方國家都有講啦，係即係污糟嘅政治啊。咁或者係即係政治一個鬧劇。咁其實好多香港人都有呢種咁嘅感覺嘅。咁好明顯呢種感覺點會嚟呢？就係即係我哋眼見到經驗到嘅，喺我哋香港嘅政壇裏面呢係搞到咁多年啦，我哋真係好似冇乜嘢真係做過啲具體啲嘅關於香港嘅問題點樣一步步去搞好佢。咁我哋過去呢個集中力呢都係抌喺爭取嗰個普選啦，爭取民主啦。咁呢個大家都係認同，大家都希望都需要嘅。咁但係都有少少眉目啦，係咪到2017年呢都有個時間表啦咁。咁但係好啦，咁但係香港咁多年嘅其他問題呢，我哋可以咁講呢，我自己深信呢就唔係話因為爭未曾有民主普選係可以即係做唔到嘅，即係我覺得你如果我哋唔係去深入啲去了解一下個問題，而去一步步去解決佢咧，就算我哋有咗選舉嘅民主普選嘅情況咧，其實呢啲問題咧都唔會話因此而解決到嘅。好啦，咁點解我會即係突然之間會改變主意呢？咁點解咁香港更好大行動我哋未可以做緊啲嘢嘅咁？咁但我哋記即係過去三年嚟啦，都花過好多方面嘅努力呢，我突然之間感覺得到呢，如果我哋唔再進一步搵一個好啲嘅或者有效啲嘅平台呢，我哋想做嘅嘢呢可能十年裏面呢都冇乜嘢睇得到。咁加上啦，我最近又原來係一個好即幾次嘅偶然嘅機會啦。咁遇到一啲情況呢，就簡單嚟講啦，我認識一啲人，咁我對佢啲有啲認識嘅咁。咁佢哋都話去參選啦咁樣。咁我覺得嘩，即係咁樣嘅人都話去參選嘅話呢，點樣嘅人啊？啲聽眾聽唔明喎，你即係暫時個名字就唔
需要講啦，係呢個嗰件事咯。嗰陣時咁即係嗱，咁我都經常都去出面咧，喺有啲電台啦，邀請我啊去做一啲節目啊咁樣。咁當然喺節目裏面咧，我有即係有不同嘅人同我即係討論問題啊，或者有啲對手啊，或者其他主持人啊咁。咁即係喺呢啲嘅場合裏面咧，我都好多時候咧都討論到香港啲即係多方面嘅問題嘅。咁我亦都聽即係認識過佢哋嘅對問題嗰個睇法啦，點樣分析問題啊咁。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佢哋。即係喺我個人嘅意見咧，覺得佢對香港嘅問題嗰個解決方法咧，其實係真係係唔掂嘅。好啦，咁而最後我發現咧，如果佢哋都話要去參選喎，咁樣，咁即係話，如果佢哋嘅真係參選成功咗之後咧，而佢將佢哋所謂我認為啲係完全唔掂嘅方案推出嚟咧，香港就更加糟糕嚇，更加慘。咁所以喺呢種嘅即係突然之間幾次嘅經驗咧，咁我覺得算啦，我哋應該去做啲嘢嘅咁但係。剛才所講的問題，陸光偉入咗去都放棄咗啦，咁亦都有不同嘅人咧，都係喺過去咧曾經係好大肆批評政府啊、電台節目啊，做得即係好轟動、好受歡迎嘅。但係入咗去之後咧，其實又冇嘢做咗出嚟嘅。咁我哋其實不同嘅情況之下咧，見到有相同嘅問題，好多人咧入咗去之後咧，覺得好無奈、好無助嘅。咁好啦，咁點解仲要入去咧？咁我最後尾其實咧好簡單嘅啫。我一定要了解到咧，點解咧過去咧好多人入咗去之後咧係做唔到嘢咧咁？咁我覺得嘅主要因素咧，我哋好多人咧入咗去之後咧，就企圖咧就係喺盡量下爭取一啲嘢嘅。咁但係你知道咧，立法局嘅程序裏面咧就五啊幾位議員啦，真係討論嘢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係好即係好 frustrated 嘅嚇，即係你會可能花三個鐘頭、6個鐘頭講嘢，咁啊你講10分鐘，你講10分鐘有啲動議啊咁，其實到頭來咧可以咁講咧係。即係你感覺到咧，係冇辦法可以將個問題咧徹底咧去分析啊，去解決嘅。咁令到好多人好即係覺得好即係好傷心嚇，好無奈啊而退出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入到去，如果仍然用翻呢種手法做嘢咧，咁我相信個結果都一樣嘅。咁但係你睇，如果大家有機會再睇睇我嘅政綱咧，今日我嘅政綱咧喺嗰個香港更好大行動啦 ，Better Hong Kong 嗰度咧，你就可以 download 睇到曬嘅。咁有中文版同埋英文版嘅。咁你睇到咧，其實咧香港嗰個政即係嗰個局面要改變咧，唔係話選某一個人入去咁簡單嘅，係一定咧係要每個人都參與嘅。咁所以將來咧，我入到去之後咧，我有一種一個好不同嘅做法，就係咧我哋會。成立一個小組咧，係專門咧係將香港立法會裏面辯論緊或者進行討論緊嘅方案咧，就俾大家認識，從而我會分析一輪，咁我就會俾大家嘅見解嚇，即係我睇呢件事點樣睇，咁咧就再提出一啲具體啲行動，譬如好似寫請願信啊咁諸如此類，咁即係話咧，我覺得咧香港嘅政壇要改變咧，我一定咧係要推動到大家每一個人，每一個香港普通人咧係肯能夠投入去做啲嘢嘅，咁呢個咧係將來咧我會。實行呢個方案嘅，咁但係當然啦，你睇到咧，香港咁多嘅問題係點樣睇咧？咁如果真係咧，如果大家未曾認識到我哋個政綱咧，你真係啊快手脆脆咧，係將呢個政綱咧去即係 download 落嚟咧，你會認識到啦。我對香港各方面嘅問題係點樣睇嘅？咁但當然啦，其實最主要嘅關鍵性嘅問題咧，我覺得都係三個地方嘅，就係我哋嘅醫療問題。即係我哋講健康咧，我哋唔係話健康就係個身體嗰方面嘅。其實健康嘅人咧，係精神、情緒、心智都要健康嘅。咁如果你個人，即香港好多人嘅問題咧，都係因為健康咧係導致佢咧係即係好多嘢做唔到嚇，或者個腦筋唔靈活嚇。咁如果我哋要將我哋個社會搞好咧，我哋係一定要一班好健康嘅人咧，係做實行一啲具體嘅行動先做得到嘅。咁但當然啦，你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如果我哋都係唔識諗嘢，唔識獨立思考咧，亦都係令到導致可以解釋香港過去嗰啲問題嘅點解繼續咁存在嘅。咁所以咧，另外一個好大嘅範疇咧，就是教育嗰方面，即係話咧，香港人咧要識得去自己諗嘢，識得去獨立思考嘅。咁過去嘅睇到教育嘅成果咧，係真係香港係出現咧，好多人咧係唔能夠獨立去思考、獨立去分析問題嘅。咁所以教育係一個好大嘅圓空嚟嘅。咁問題邊處咧？喺我政綱咧都有一步步咁嚟到解釋嘅。咁第三個地方咧就係
嗰個司法方面啦，即係因為我哋都知道啦，香港一個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咁我哋都好引以為榮嘅。咁因為一個法治嘅社會咧，我哋都大家都感覺到咧係有一個相當嘅自由度，同埋有個安全感喺度嘅。咁令到我咧香港人咧，其實咧係可以即係如果真係有心做啲嘢咧，其實係好安全地可以做到啲嘢嘅。咁除咗呢方面咧，我喺好多方面嘅嘢，我都有提及我哋嘅解決方法啦。大眾傳媒啊，貧富嘅問題啊，環境保護嘅問題啊，香港嘅藝術文化嗰個空間啊，嗰個税制啊，經濟啊，政府機構啊，社區發展啊，休閒設施啊咁樣。咁其實最後咧，我嘅結論咧就係、是、我哋話，即係我哋可唔可以製造一個烏托邦咧？咁點解我哋過去即係人類嘅歷史上有咁多嘅災難發生咗之後咧？我哋始終好似都係離開我哋嗰個烏托邦嗰個境界咧，仲係好遠嘅。咁但係烏托邦能唔能夠出現呢？我正剛導演講得好清楚嘅，其實咧唔係咁難嘅嚇。咁所以咧，我覺得喺時候啦嚇，即係某程度上可以咁講啦。我已經冇乜耐心再等啦嚇，即係再等十年咩？咁香港會變成點咧？咁所以我覺得不如啦，簡簡單單啦。我即係走入去喺香港立法會裏邊咧，係佔一個席位咧，係將嗰對門打開嚇，即係俾香港人咧係可以參與咧，係大家共同咧係將香港咧係改善得更加好嘅。咁啊，聽醫生講咁耐啦，咁啊，好明顯醫生就唔會搞蛇宴揸宴嗰挺嘅咯，即係咁啊，呢啲係政黨好中意做嘅嘢，亦都深得啲好多市民嘅心嘅喎，唔好話喎，得閒派下廁紙啊，派下沐浴露啊，真係得嘅喎，咁但係嗱係，咁啊結合翻醫生啲醫療都得嘅，齋宴就好啦，蛇宴就冇啦，係嘛？哦，蛇宴冇啦，不利健康啊，可以搞啲另類啲嘅，係嘛？即係一般人係需要呢啲嘢嘅，你喺呢啲嘢帶俾啲醫生嗰個醫療嗰個嚇觀念都好㗎嚇。即係應該係簡單嚟講，醫生係要諗一啲，即係你入咗去之後，你係要做啲同人哋唔同嘅嘢啦，係嘛？一定係要唔會用翻即係一般政黨舊思維嘅嘢，舊嘅方法啦，舊嘢唔用噶啦，基本上嚇。係。咁啊，咁啊，你嘅評論嘢廿年啦，你點啊？你睇過下個政綱嘅，你都我有份幫手望下添，係咯。唔係，咁你呢個世界就。冇一樣嘢係話即係可以咁輕易話解決曬佢嘅，但係問題咧，你最少個思維方法係要用解決問題方法開始。呢、這個我相信就係我見咁多人係醫生係比較特別嘅地方嚟、即係由解決問題開始去討論嘅。咁啊，因為你直到今天你都見啦，係嘛？乜嘢事都係叫政府你鬧政府，然後叫佢解決佢。是叫人解決佢，佢都唔係解決佢，唔係叫啲政府解決嘅喎，鬧嘅啫。你走，你庸官咁樣咧，東方太陽最中意㗎啦。唔係咁啊，東方太陽佢就真係討好下啲讀者算㗎啦，係嘛？一小市民啦，咁但係你出得嚟做代表嗰啲人咧，其實大多數都係咁啊。我都識啲人話幫啲政黨做嘢啦，即係做研究啊，做曬 research 啊咁樣啊，即係低薪讀完大學或者嚇甚至讀完研究院去幫佢做。做諗住係貢獻下啦，係嘛？真係好實際去做政策研究啦，咁樣寫好曬嘢交俾啲大佬人睇嘅，啲大佬中意自己出去噏咧，就諗住自己個山跛就去噏嘢，噏完就啊掂啦，出咗鏡咁就算啦。咁佢哋自有一套嘅，係嘛？即係佢自有一套語言嘅技巧嘅，即係你政客啦，我講，即係話點樣吸引傳媒注意啊？咁佢亦都好 appeal to 一般人個 feeling 嘅，係嘛？即係你好簡單呢、這個表表姐就張文光啦，最叻係佢嘅三弟，就你見啊最近啊阿鄭家富話莊明華咁樣不可以接受咩理由佢發晦氣咁樣，我諗咗好耐話佢發晦氣，咁你對個電視人哋發晦氣關你乜事？即係點解呢樣嘢？但係好得意喎，張張報紙 call 咁啊發晦氣咁，好正啊，有個咁正嘅形容詞。咁呢樣嘢同嗰件事完全冇關係㗎。咁你想件事帶出啲咩嘢呢？嚇，莊榮華究竟係攞錢攞得多咧，就係呢個總幹事貪心啊？定係喂成個旅發局根本就係亂咁擠錢啊？個情況係唔妥咧，或者根本係唔需要旅發局咧？喂，呢啲先係大問題啊嘛。咁佢就絕對唔係咧
即係話俾你聽咧，我諗住旅發局應該取消咗佢，或者重組過佢，即係睇完十幾日報告之後，如果係醫生嚟咧，咁我就真係好失望啦。你話誒佢發負氣，追嘅追嘅，告告告告，一定要告佢，唔可以放過佢咁。咁一般小市民就覺得啱喎，即係係好啊，係啊係啊，係出氣啊同我哋咁。但係你話喂，完全同解決個問題冇關係噶嘛？即係一個啊人用多咗少錢，咁究竟呢啲政客？最受歡迎添喎，而家，即係鄭家富係呢個新界即係東係啊議員裏面名望最高嘅添喎，咁你好話完全咧，你莫名其妙，點解係最平庸嘅政治人物，即係完全唔識解決嘢嘅，冇一套睇法嘅啦。你講嘅嗱，比如李華明，你都覺得佢係好似講中意講下啲。即係不公平競爭啊，係嘛？係啊，係，係嘛？呢啲咁嘢啊，都有好似有啲嘢啊。食物安全啊，佢係嗰個委員會嘅主席啊，定係乜鬼㗎？類似啦，咁類似啊，何俊仁都好似有講下，即係人權啦、啊，嚇、啊，司法公義啊，咁啦，保個調啦，係嘛？咁你鄭家富有咩做過咧？律師嚟嘅喎，唔覺嘅喎，但係佢係竟然係民望最好嘅。咁呢個當然我哋話即係人哋揾食啊，我哋冇得講啦，係嘛？即係揾食冇得講啦。咁但係問題啊，醫生你肯定就唔係啦，係嘛？即係你而家由民望唔係最高嘅人，到你入咗去，你有咁多年經驗俾你表演啊！即係你，因為你係有著數嘅，即係我都承認，我哋唔係靠啲議員，但係因為你係議員嘅時候咧，即係你係次權力啊，所謂次權力中心嘅人嚟嘅，即係你同正式掌權嘅人唔同。即係你又多咗啲嘢㗎喇，你冇到佢 level， 但你有影響力，影響力都係種權力嚟㗎嘛，咁你個能力會大咗好多㗎，呢個真係就問題係點樣利用呢個權力，比如你搞個組織咁啦，你要招多啲人呢，你係議員始終係容易啲嘅。我始終覺得呢，我哋即過去兩三年嚟，我自己個人即係成立呢個香港健康大行動協會，咁我亦都然後就請啲人啦，幫我哋去喺呢方面做。咁好多病人會提出㗎，咁醫生你第時你咪忙得好犀利咁樣，你會唔會疏忽睇我哋啊，咁照顧我哋啊，咁我其實解釋俾你聽，其實唔係嘅，因為呢我過去其實咁多年嚟呢，我自己其實都做緊嘅，我除咗喺我診所裏面照顧我啲病人啊，照顧一啲疑難雜症啊，我其實都係花好多精神呢係做喺呢啲即係諗計仔點樣令香港更好嘅。咁但始終我個人嗰個資源有限嘅，咁我覺得呢，如果我能夠喺立法會裏面以一個立法會嘅議員嘅身份去做事呢，第一我哋政府有啲資源俾我哋嘅，政府可能都俾我唔知道佢有啲可能十幾萬蚊嘅經費，每個月有十幾萬嘅即係點樣議員嘅開銷津貼，即係譬如話你開辦事處啊、請人啊諸如此類，咁仲有其他一筆過嗰啲廿萬嘅，不過咧人工十幾萬啫，嗰啲係實報實銷嘅，即係你請人啊，租地方你冇錯啦。咁即係唔係我講嘅，醫生嘅人工就慘啦，得6萬蚊啫嚇。咁即係好明顯啦，假咗啦，係。咁嘅呢個就我哋嚇，佢唔能夠即係唔能夠幫助我一下，即係負擔我哋廿幾個同事嘅開支啦咁。咁但係好彩啦，即係香港始終呢立法會呢就唔係一個全職嘅，咁亦都過去呢即係香港大部分嘅立法會嘅議員呢都唔係全職嘅。咁我覺得我係抽到時間嘅，咁最主要就話呢，我成日即係安慰我啲病人啦，跟住唔使擔心嘅。因為呢其實我好多嘢想做，有時候呢一個人嘅力量呢就有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幫下手，但係我哋如果有十幾萬蚊嘅經費呢，我哋真係可以請人。即係其實我哋好多嘢呢係可以做得更快更徹底更專業地去做嘅。咁同埋我有個構思呢，將來呢我哋嗰、那個我哋嗰個成個嗰個運作呢都係用香港更好大行動作為基礎嘅。咁同埋我哋你睇返下呢，我哋啲資料會慢慢地放上去㗎啦。我哋會將來呢係即係可以咁講呢，喺香港呢係召集多啲有心嘅人士，有能力嘅人士呢，大家幫助呢香港呢是具體啲咧，係做一啲所做一啲咁樣嘅有啲 project 啊，即係我將來係一個 project oriented 嘅，就唔係得個講字嘅啊。你想我幫助咧，你就唔好走嚟咧，就係、是、投訴自己嘅不幸嘅遭遇嚇。如果你有咁樣投訴唔緊要，咁你自己有諗過你嘅不幸遭遇咧係可以點樣解決咧？咁如果你係冇嘅時候咧，我覺得我都唔會真係我都唔會嘥時間嘅啦嚇。即係我哋希望咧，香港人咧就我成一向所強調啦，如果你要批評好，但係咧你首先咧要自己諗過。如果你是那個人在當時那個情況，你會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咁我們入了那個立法會的時候呢，我有政府給我們十幾二十萬的額外的資源呢，其實可以大大幫助我們呢是
繼續推動我哋香港更好大行動，一向宗旨做嘢咯。你做咗議員，你有個身份啊嘛，你用呢個身份再問人攞多啲分頂翻嚟咧，應該就係遠遠而過。你就咁，我覺得呢樣先至緊要啲添啊，因為你除咗攞分頂，你其實錢都係其次嘅，有錢冇用，要有人啊，即係你號召力。好好多你例如你要質詢嗰啲啊嗰啲食物標籤，你質詢啲官話，就叫周偉岳嚟，即係你爭好遠啊！你爭好遠啊！我諗舉個例啦，醫生你比如你講大眾傳媒有啲嚇好大嘅問題咁樣，咁其實在言起行自己要搞一個小傳媒啦，咁我哋搞呢個網台作用咪咁咯，即係自己有自己嘅聲音平台咯。啊，咁你亦都係一個解決，即係話媒體而家即係嗰種壟斷啊，壟斷嗰種荒謬，即係你喺啲小空間，你鼓勵多啲人去做呢啲小媒體嘅工作，係嘛？拍 YouTube 好點都好，搞呢啲嘢，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實際，即係抗衡呢個大眾傳媒唔好嘅地方啊，即係直情係抗衡佢一個好實際嘅做法嚟嘅。咁啊，阿醫生嗱，我諗你呢個係一個例啦，即係你話唔係淨係坐喺度鬧啦，我知傳媒唔妥啊，不過咧你係出嚟即係起來，真係實際做啲嘢啦。咁呢個係咪其中一個即係？嗱，好明顯啦，我唔係一個政治人物，屋企又從來冇政治文化，係咯，亦都冇人會鼓勵我去參政咁樣。咁我哋嘅強項喺邊處咧？我哋嘅強項咧就係我哋嘅政綱。所以我成日都好強調啦，我哋最緊要咧係讓香港人知道咧，你今次你選咧唔係選一個袁大明入去，你係選袁大明嘅解決方法，你係選我哋個香港更好嗰個解決方法，你呢個係真係要大家要了解。仲有嗰個態度，係即係你知啦，咁多年嚟啊，俾民主派甚至乎某一啲傳媒。都唔怕講係你點曬名啦！今日你黎智英呢啲咧好興噶嘛，所有嘢咧都一個字嘅啫，有民主咧，所有事就解決噶啦。咁咧呢個態度咧，我頭先講過咧，唔正確嘅呢個態度。你睇到好多民主國家啦，包括美國在內啦，嚇嗰啲問題係即係層出有不窮嘅。即係我覺得好明顯咧，即係我當然咧，我都覺得民主一個機制係好緊要嚇，即係正如我喺嗰個政綱有講出嚟啦。其實我每年都去行嘅。咁初初有班同事啊，有啲其他嗰啲嗰啲病人啊，都好支持，咁我都成班人揸住我哋個 banner， 咁呢個 banner 我哋會喺維園7月1號呢，我會再重新拎出嚟㗎啦。咁多年嚟呢，我都係行而家就係人多，咁但係可以咁講呢，行都好少嘅。行到後尾呢，我就發現得自己一個人即係個人行咁樣，咁暫時都諗返下都覺得好似幾可憐嘅，點解搞到得自己一個人行呢？咁但係呢，我有一次呢行下之後呢，發現呢我隔離呢阿黎智英呢度行喎，咁原來黎智英都一個人，咁我覺得哇，黎智英咁大嘅機構係咪，咁行嗰時都冇人陪佢行嘅，咁其實我就想講出一樣嘢呢，其實唔緊要嘅，你唔好覺得即係好多要做嘢呢係你自己問你自己嘅，即係你自己愿唔愿意付出你自己嗰份先，就唔係話真係要依賴呢你周圍嘅人呢支唔支持你啊，就算精神上啊或者行動上支持你。但如果你自己覺得呢你係有能力係付出少少為香港做啲嘢呢，而你去做呢，其實呢個就係夠㗎啦，即係每一個香港人如果能夠有咁樣嘅見地而了解到呢個咁樣嘅即係咁簡單嘅解決嘅方向呢，咁我香港就會有新嘅希望嘅。咁當然呢始終我呢個政綱呢，雖然話30幾頁紙啦，34頁紙啦，咁但係背後有好多好多嘅即係詳細啲嗰個內容呢，我哋都唔可以喺個政綱度寫到，加上我冇辦法喺咁短嘅時間呢就要將呢件事然後成個我哋嗰、那個即係詳盡嘅方法去寫到出嚟嘅。咁但係唔緊要嘅，因為始終呢我哋都咁多年嚟啦，都已經可以話呢係播咗好多種子㗎啦。咁好多嘅資料呢你可以喺我哋網上個 Better Hong Kong.com 呢個網上，或者我哋嗰個電台節目《香港出路》咧，其實你應該睇到噶啦，即係我哋嘅思維、我哋嘅解決、我哋對好多香港嘅問題嗰個睇法，同埋我哋嘅點樣即係建議係點樣去解決咧？其實你會睇到咧，我哋過去兩年嘅節目差唔多成100集噶啦，你都可以睇到咧，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嗰個深度即係我哋唔係真係叫口號，唔係淨係諗住去鬧下人，唔係咧就諗住咧就應酬多啲人，等人哋多啲認識你。呢、这個就是香港過去嘅政壇嗰個情況，咁係唔係要咁先成功呢？我覺得如果係咁先成功呢，我覺得我冇乜興趣做，作為一個政治明星去做呢，我覺得係
係唔掂嘅嚇。咁我哋希望咧，我哋會會為香港咧尋出一個揾到一個新嘅出路，即係新嘅思維、新嘅方法。好，咁或者大家休息一兩分鐘之後咧，我哋會繼續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電話嚟嚇，個電話個號碼咧，你都可以喺我哋個網上可以。2134啊，1134。2134，1134。好，休息一陣間先。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就去個大自然裏面，我們除了個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這樣呢，就可以做到個接地氣。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呢，其實現在市面上呢已經是有一些接地氣的產品呢，在我們的健康店呢已經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買了回去家裡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氣的治療了。接地氣產品呢可以在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咁啊，第二支就轮到我开始啦，即系今日医生都系吓受我哋访问嘅啫，其实吓。咁啊，喂，老实啦，医生，即系你话玩政治啊，政治，即系点讲咧？即系你永远都系话啦，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无奈嘅啲人，你一同佢讲话，喂，点搞啊？咁样咁。好典型的答覆就是冇時間，或者呢啲嘢唔好嘅，唔關我事嘅，咁樣冇乜用嘅，冇用嘅，做唔到乜嘢啊，咪咯，或者我唔認為我自己一個社會行動者啊，咁樣呢啲激進咁樣唔好啊，咁我近排咪算，係政治化，係近排好興啊，咁樣好嘅，政治化係一件唔好事嚟噶，諸如普通啦呢啲，諸如此類啦，不過其實你睇到咧，即係嗰個根本咧，其實都係一個訊息嘅，即係佢覺得政治誒唔好掂啊，污糟邋遢，哇又近排有氣象啦 ，Sex and City 啊，或者之前嗰啲咩啊？偉視風雲啊，大家睇到嘩咪有咁嘅款囉，咪淨係整埋啲咁嘅嘢囉，咁樣係咪，咁即係污糟邋遢之得嚟呢，咁但係點解醫生你即係今次覺得要值得要玩玩呢，咁樣有冇阻力呢，係囉，有冇阻力家人啊，咁其實呢，即係我曾經所講講呢，就係、是、即係我開始下，譬如打個4月17號到啦，我一決定到之後呢，我第一件事呢就通知佢我啦，咁俾我通知黃岸然啦，咁跟住我會慢慢地一路見到我啲病人呢，我都開始講俾你聽㗎，即係我有咁嘅決定啦，咁可以咁講呢，認識我嘅人呢都覺得嘩非常之好，即係有啲人就話：，真係好開心啊！有你咁樣嘅質素嘅人咧，肯為香港做啲嘢咧，我非常之支持嘅。咁可以咁講咧，90%我哋認識嗰度咧，都係好熱心地支持嘅。有啲直情話咧，我有啲咩幫得你啊咁樣。咁其中有啲病人，我都其實我之前我都唔知佢做即係佢工作係乜嘢嘅。咁我咧就我就唔係好方便出即係幫你啦，因為我原來係一個香港一個立法會議員嘅助理嚟嘅，咁但係呢我屋企人呢，我老公可以做得嘅，咁即係其實呢好多人呢都係即係開始即係具體啲，除咗話我之前你又非常之開心啊，咁好多人都問有啲咩幫得你嘅，咁但當然啦，亦都有啲朋友呢係好心呢，就即係都想叫我諗清楚啲下，咁其中有位朋友話呢，你真係要諗下，因為我其實我過去呢我都幫助有兩位議員啦嚟到參選過嘅。咁知道呢，你一做你一開始參選呢，或者你做緊議員，好多呢啲咁嘅污糟邋遢嗰啲嘢呢，啲人呢就會向你揈㗎啦，我哋叫 mudslinging 啊。咁佢係好慘㗎，好慘㗎。咁即係嗱，我認識你啦，我知道你有咁嘅魄力啦，你會做得到嘅。咁但係你公司啲廿幾個夥計呀得唔得呀咁樣。咁即係佢好擔心，即係意思就係話呢，唔好淨係為我自己嘅諗法，最為我公司嘅同事着想，佢哋受唔受到呢啲咁嘅壓力呀咁。咁我亦都有一位我屋企嘅其實親戚嚟㗎，好親㗎，即係我屋企家庭唔係好大嘅啫。咁我同佢講咗之後呢，咁話我要參選喎，咁你有冇註冊做選民啊咁？佢話我從來冇，我亦都唔會做。呢個我係一個即係好親嘅直親嚟嘅。我唔會做啊！佢點解咧？佢話咧政治係一個鬧劇。佢識得好多啲朋友咧，都係覺得係佢哋唔會參與香港嘅任何嘅政治嘅。咁當然咧，佢好多朋友都係比較香港係富庶啲嘅人咧。佢哋覺得有啲咩問題，我自己解決到啦。香港教育衰咩？咁我咪
掟去外國咯，外國咯，去讀國際學校咯。香港醫療唔好咧，我有錢噶，咁我睇我要睇個醫生咯，我睇自然醫療咯，自己俾錢都冇所謂咯咁。咁其實香港咧，我相信都好多人係咁諗嘅，即係我呢位然後外甥女咧，即係其實唔係一個好即係好例外嘅例子嘅。咁佢認識好多人都係咁樣諗嘅。咁我有一次咧就即係唔知係咪咁巧合啦嚇，咁警察又打電話嚟啦咁。佢話我想同你約你傾一傾咁樣，咁我咩問題啊咁即係有人告你無牌行醫喎，咁我話吓咩事啊，由你一聽我參選又開始嚟㗎啦，咁如果即好似我朋友所講下。法律不啲先，行醫唔使牌㗎係嘛。即係唔知道大英法例唔使㗎嘛係咪咪囉。好啦，咁我係咩咁好啦，咁我話咁點樣啦，咁你將你啲文憑啊啲乜乜嘢呢你收集起佢啦，咁下個星期三呢你嚟九龍嗰個警署嚟到大家即係我要同你問口供啦下次此類啦咁。好啦，咁我就咦覺得奇怪呢咁巧合嘅，我一話參選就呢啲又出現啦咁。咁我就準備好晒之後呢，咁我就嗱嗱聲就上到的士呢就車我去嗰邊嘅。在途中呢我又跟那個的士司機又傾下咁發現這個的士司機呢必然機比較大啲嘅，但你跟他一路傾呢你發現這個的士司機係好有見地好有腦嘅人嚟嘅，咁嘅車程都妥長啦，十幾二十分鐘啦，咁臨到嬲尾呢咁我就講啦，其實呢我今年呢預備參選嘅咁樣，佢即刻講呢我絕對係唔會對政治有任何興趣嘅，即係你要睇下，即係呢個一個係即係我喺個路程裏面聽佢所講呢，佢真係好有見地嘅好有智慧嘅人嘅，但佢竟然呢對個政治呢都係咁樣嘅諗頭咁反感嘅。好啦，咁仲有即係呢個問題，即係慢慢地呢係呢兩個月嘅經驗嚟嘅。咁我亦都好多啲喺病人裏面呢有不同嘅教會嘅，咁其中有一位呢係一位神父嚟嘅，咁我就喺過去，咁我又有機會同佢傾偈啦，咁又問佢啦，我而家即係又參選喎，我需要多啲人支持我嘅，即係 endorse 啊咁樣。咁佢講一樣嘢俾我聽呢，我都呆咗，我完全都冇諗過嘅。咁原來香港嘅天主教教會呢嗰、那個教宗嘅指引呢就叫啲教會呢神父啊修女佢哋呢係唔好參與任何政治。咁我係咩？咁點解你個教主主教不是教主那個主教陳日君啊陳書記陳書記是的，我覺得他我以為他很活躍的，在成日有些爭取民主那方面他是很積極突出來的，為什麼會向你的指引是這樣，我只是想到我想不到的，以前就是以前那個你真的不覺得他咁過去冇咁大係啦冇㗎係啦，咁陳友君係好活躍喺政壇好活躍㗎嘛，咁佢都係企喺好明顯佢嘅陣容呢係企喺民主派嗰方面㗎嘛，咁但竟然呢佢叫嗰啲佢嗰個核下嘅神父啊叫佢唔好參與政治，咁我覺得我哋一方面有一個主教係好積極要我哋爭取普選爭取民主，但係佢嘅指引好似叫即係好似俾一個訊息就係呢是政治是很污糟的很複雜的、我們教會不要去搞、他違反指引是不是落地獄呢、這個我真的想不到、即慢慢地我一樣去收到這些訊息的，那我有位朋友也是一位導演先生來的，在那個電影界在那個、那個電視媒介做了很多年的了，咁我都就咁問下佢囉，咁即係你認識咁多呢方面嘅即係好多演藝人啦係咪，咁我就諗住呢整一個競選嘅歌咁樣想去拍啲嘢咁樣，或者佢有乜興趣呀，咁佢又講一樣嘢我又令我即係諗都未諗過，佢原來影藝界呢有一個同樣嘅指引嘅，佢哋唔會鬥政治嘅，不成文啫，话即系咁，当然系不成文啦。咁但系大家都系嘅。咁佢讲嘅又系，我从来冇见过任何嘅政党咧，背后有啲咩明星啊，或者咩嘅出名啲嘅导演先生咧，走出嚟咧去撑佢哋嘅。嗱，咁呢个同美国好唔同啊。美国好多喺荷里活嘅明星，佢哋嗰个政治立场好清晰嘅。佢觉得有啲嘢要做嘅时候咧，佢哋会企出嚟做嘅。但系点解香港影艺界原来系咁样一回事嘅？咁你开始你谂到啦。即係香港人係唔係真係
在個普選是否成熟了呢？香港人的民主這方面是否真的成熟，是真的預備做呢？那你看到呢，其實真的有很多問題在這裡的。那很明顯呢，大家都覺得政治是即係唔好鬥啦，即係唔掂就越少掂就越好啦。啊，可能因為利益嘅衝突啦，可能會驚住會得罪某些人啊，你討即係討好一個又得罪第二個啊，咁諸如此類啦。咁即係你睇到個普遍香港嘅文化咧，真係嘅，佢哋認為政治係污糟嘅。咁但係問題點咧？我哋受政治影響好深遠嘅，我哋每一個生活嘅細節，我哋嘅所以可以話我哋嗰個揾食嗰個能力，我哋嘅 livelihood 啦。同埋我哋個性命咧，其實都好多時候咧，係好關乎我哋嗰個政府，我哋嗰個立法會裏面做咗啲咩法例出嚟噶嘛。咁變咗我哋係一個好危險，我哋會係一個好危險嘅境界嘅。我哋對一啲咁關，即係對我哋有咁深切關係嘅政治嘅立法會嘅活動咧，我哋竟然咧係盡量可避則避嘅。咁呢個真係香港呢個文化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點解呢？點解咁怕呢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呢，其實第一件事就係啲人無奈啦，有啲咩做得啦，個人有啲咩做得啦咁樣。咁同埋可能呢有啲危險性啦，咁即係好在香港唔係中國，即係起碼呢喺呢方面呢，我哋覺得呢係我哋嗰個香港係中國嘅，即係你搞清楚制度啦，即係一國兩制之下啦咁樣，即係唔係一個同樣嘅醫生大佬，咁即係香港嘅自由度呢，喺起碼喺政治活動嘅自由度呢，係比我哋嗰、那個即係中國方面呢，係比深圳河以北就自由好多啦，自由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香港人呢即係唔好即係唔好咁對我哋嘅政治咧係咁忽視啦嚇，即係亦都唔好咁懼怕咯。即係醫生，你頭講啲例咧，以前就仲普遍嘅，仲普遍嘅，即係呢個就係殖民地時代或者係即係國共即係開片之後嗰、那個社會形態嚟嘅，即係咧60年代以後70年代成個。即係呢個好普遍嘅，即係唔好講政治，因為一講政治就唔係毛澤東就蔣介石噶嘛，一人一邊噶嘛，當時容易打交啊咁啦嚇。係。但係你話而家其實香港人即係殘留咗呢樣嘢，變咗佢一覺得即係好似好清高啊，唔講政治咁佢就中意用呢個咁嘅套語套女，即係覺得嘛。但係你講話其實香港人係咪好似即係你碰到嗰啲人咁講，即係唔掂咧咁，佢可能係。講佢就講，但你到今日嘅香港，其實有冇得唔掂啊？即係你成百萬人上街嗰陣，咁嗰百萬人係做咩嘢？係咪佢哋？唔係，我哋唔係講政治，不過我哋出嚟行下啫。係貪個天氣好咁出嚟行下，唔係噶嘛，個個都好政治化噶啦，已經係咪？即係而家你同邊一個人講誒邊個黨有啲咩人啊？個個都如數家珍嘅，邊個官做緊啲咩嘢啊？一般人係已經咩嘅啦？你又都再睇下啦，依家我哋投票率係幾多咧？56%嘅。是比美國很多地方仲高，30-40%嘅啫嘛，英國、美國先進國家，係嘛？咁你話當然都唔係最高，最高唔係好事嚟嘅，最高通常個社會有問題先高嘅。但係你話咁嚟講，香港人即係參與個政治方面咧，其實亦都已經即係其實係差唔多噶啦，即係一般人能夠即係關心好投票好差唔多。但問題個政治文化咧，正如我哋一路喺度討論咧，就唔深嘅，一個問題好少跟得耐嘅。亦都所以點解啲政客咧，即係出完鏡鬧完幾句，咬牙切齒揾幾個靚嘅形容詞嚇，例如啲係頭先咩啊，發灰氣咁樣嚇，即係用嗰啲咁嘅引人注意嘅字眼之後咧，就算啦，收咗工噶啦。張文光最叻啦嚇，即係張文光鬧咗咁耐，你嗰啲教育係冇改變過嘅，但係佢次次都係越嚟越衰嚇，越嚟衰。佢次次都揾到啲好精彩嘅字句出嚟，等人哋可以縮到個山壁咁。即係又呢個一般人係有責任嘅，醫生。是咪即係因為一般人呢當然政客有責任啦，因為政客討好一般人嘛。咁但係呢個呢即係其實特別係民主派嗰啲即係貪方便呢時代就變嘅呢。因為你好明顯睇到呢個政制開始定啦。即係除非再有大嘅變化，如果唔係呢個政制即係我到2012、2017咁就開始真係2020啦最多，咁一切都會即係定落嚟。當個制度定咗落嚟嘅時候，咁其實大家面對咩呢？唔係再去拗普唔普選㗎喇喎，
定㗎喇喎。咁返返轉頭就係日常嘅政治囉，日常嘅政治包括社會即係我哋關心嘅大眾問題啦。係咪我哋做咗兩年嘅節目，其實就即係我哋就算係唔係最好，但起碼我哋個心呢就係逐樣嘢去研究去討論，唔係淨係講民主政制㗎嘛。咁你話好多嘢啦，即係講還講啦。咁同埋醫生頭先都講啦，即係話有啲病人就同佢講，喂咁點算呀，咁冇嘥好多時間去工作呀，立法會工作咁醫唔到我哋囉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佢哋諗深一層呢，我相信佢哋明白呢，其實如果嗰個入咗立法會做立法會嗰啲嘢喺政綱裏面寫嗰啲嘢，其實呢係仲好嘅對佢哋，因為呢係會令到佢哋呢係唔需要成日睇醫生，唔需要成日呢咁煩呀，咁頻頻撲撲呀，即係餵兩餐呀咁。咁但係咁係嘅，我又有要原諒啫，一般人係咁㗎啦。咁所以醫生呀，咁即係簡單啲講呀，你要有啲乜嘢可以話到俾佢哋聽，甚至乎你出去面對市民，你啲選民聽，即係你有啲乜嘢做係會令到佢明白，喂，我一定係令到大家更好嘅。或者簡單啲呢，有咩與別不同呢？係啦，香港閒閒地十幾個人出嚟爭㗎啦。有啊，幾個人出嚟，我哋數過嘅有嘅。咁你簡單單話俾人聽，喂，我同人唔同嘅，連埋你閒閒地九條名單㗎啦已經。咁好明顯啦，即係我哋個醫療嘅問題可以睇到啦，即係我用好多錢，但係硬係呢又用極都唔夠，由以前嘅公營嘅開支50億到而家差唔多成700億㗎喇，但係始終都唔夠嘅。咁個問題好明顯呢，就唔係錢唔夠，因為呢喺外國好多國家呢用嘅醫療方面呢比香港高都幾倍嘅，但係同樣問題呢係一樣係冇改善到嘅。咁將來其實我有啲咩可以做得呢？咁有時我同病人一咁講呢，病人好開心嘅，即係好希望呢啲都會出現嘅。第一，我哋即係喺醫療方面呢，係當然呢係需要有多方面嘅選擇囉。咁有一啲人會問呀，咁嘩咁點呀，咁香港有幾多其他嘅醫生呀，有幾多真真正正即係實合資格嘅自然療法醫生喺度呢？咁當然啦，喺目前嚟講呢，香港唔係好多咁。咁但係呢，當你個政制改咗，你嗰個工作氣候或者嗰個政治嘅氣候一改呢，其實唔會排除呢，係好多外國嘅真真正正有資歷嘅自然療法醫生會返嚟嘅。咁同埋呢，我覺得呢，我哋應該呢係首先成立一間自然療法嘅醫學院。如果我哋有足夠嘅資源嘅話呢，我絕對有能力呢係可以成立一間呢係全世界第一流嘅自然療法醫學院嘅。咁當然啦，你要培訓醫生，你一定要有個醫院喺度嘅。咁我哋呢就會推動呢一間一個叫做綜合性嘅自然療法醫院。點綜合法啦？通常呢我哋呢根據我哋現時人類嘅啲問題啦，咁西醫唔係話完全冇作用，佢哋喺好多啲嘅急性創傷性嘅問題譬如皮膚嚴重灼傷斷骨呢啲係好有用嘅。咁喺我哋嘅處理病人裏面呢，都唔排除呢好多時候呢我哋要需要用氧氣或者有啲靜脈滴注嘅工具咁。咁將來我醫院呢，我哋會重心就會用80%所用嘅工具呢係自然醫療嘅工具嚟嘅。另外20%呢係需要時呢都會採取我哋所謂對抗性醫療嘅工具嘅。咁我相信呢呢種咁樣嘅醫院呢係一定呢係香港人爭取而好希望呢係出現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除咗我哋會成立一個全面嘅一流嘅自然療法醫學院，世界級嘅，我有足夠嘅經驗同埋嘅，所以我哋嘅脈絡呢，我哋可以召集到好好嘅人嚟嘅。咁香港呢係可以自己呢係不斷呢係培訓呢一啲好高質素嘅。咁我亦都唔排除呢好多西醫都可以加入我呢個陣容嘅。喺外國自然療法醫學院裏面呢，我同學裏面其實好多係西醫嚟嘅。喺我嘅同學療法嘅課程裏面呢，亦都好多係西醫嚟嘅。咁其實我相信其實好多香港啲西醫呢，其實都希望有咁嘅機會呢，係將佢個醫療工具呢係繼續嚟到改善嘅。咁如果我有個咁樣嘅一個自然療法醫學院呢，咁我哋會開班呢係有呢啲咁樣嘅課程啦，俾啲原職嘅醫生，佢可能一個中醫，可能一個脊骨神經科醫生，可能亦係西醫或者藥劑師或者護士諸如此類呢，我都可以呢係教授佢哋呢係一啲有效安全嘅
譬如同我疗法嘅课程嘅。咁我亦都会开，我觉得咧，其实咧医疗呢样嘢咧就唔能够咧系只系依靠一啲所谓专业人士嘅。我哋每一个市民咧对医学嘅常识咧都一定要有好充足嘅。咁其实好多问题咧，如果你能够喺屋企嘅层面咧系事先解决咗之后咧，其实咧你都唔会发展到好严重，需要医生，需要好多嘅科技嘅方法咧嚟到同你补镬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我哋嘅将来嘅过程里边咧，我亦都构思咧，我哋可能会喺个网站咧系成立一个自然医疗处理嘅资讯，即系话咧喺未需要你医生之前。未去找你醫生之前，你自己有啲咩可以做得到呢？咁我就會呢係教導大家呢，香港人呢就可以有啲咩方法，我哋可以簡單啲嘅屋企現有嘅廚房裏面嘅工具、啊、廚房有個梳打粉，有白醋，有鹽、啊、有呢啲其實可以喺一個適當嘅採用方法呢，就算熱水凍水冰袋都可以做好多嘢㗎。咁、啊、我會教導呢香港人呢係遇到一啲健康問題呢，首先呢係自己可以做得啲咩先。或者再揀一啲簡單啲嘅市面上好容易買得到嘅草藥啊，同個療法嘅療劑啊咁樣。咁呢個呢，我覺得呢，如果我哋做得好呢，全世界都人都受用嘅。因為始終而家今時今日嘅互聯網呢係可以話呢係四通八達嘅。咁如果我哋甚至乎呢，我構思呢就會用一種攝錄嘅方法。即係始終有時候呢文字表達呢，有啲人即係唔係睇得好清晰，唔係睇得好明嘅。咁我哋就會用一個現代嘅攝錄嘅方法呢，將好多嘅處理嘅手法啦，譬如你做嗰、那個個熱浸水嗰時候、啊、用個熱敷係點樣用呢，咁我就全部錄影曬嘅。咁可以再進一步呢，係將佢用中文啊、英文啊、法文啊、日文啊、韓國文啊，其實全世界都可以用得到。咁呢個呢就可以話呢，我感覺呢係會令到我哋個成個醫療呢係一個基層嘅革命出嚟到。咁、okay。 醫院裏面呢，當然啦，即係啦，我哋成日過去呢就遇到好多呢方面嘅即係嗰個疫症啊，好似沙士啊、流感啊。咁香港人呢個死亡率呢係全世界之最。咁但係呢，始終呢香港人冇機會認識得到。即係除咗我哋用西醫嘅對抗性醫療方法呢，其實有冇其他啲更好更有效嘅方法呢？我肯定呢香港人是未有機會去經驗得到的。在我們這個綜合性的自然療法醫學院裡面，療法醫院裡面，我們如果遇到將來香港如果是又遇到流感的爆發，那我們應該是做一些很科學性 的實驗，就是說我們可以將分流一些病人呢，流感的病人呢，去我們的綜合、自然療法醫院那裡呢，是試我們用的中草藥啊，同類療法嘅藥啊，或者簡單啲嘅營養素啊，水療啊呢方面嘅工具咧，可以從而可以比較一下啲人去一般嘅現時嘅所謂對抗性醫療嘅醫院裏面咧，個最終嘅成績會變到咧。咁其實香港人咧係好需要咧，係真真正正咧做一啲科學嘅實驗嚇，嚟到令到我知道咧點樣係一種係最有效嘅方法嘅。咁我記得咧。我前一排啦，即係都幾年前啦，咁其中有位病人啦，咁佢係一個情緒病啊，好抑鬱啊，喊啊，情緒低落啊，瞓唔到覺啊，佢基本上可以話翻唔到工嘅。咁原來咧，佢係一位一個娛樂版嘅好資深嘅記者嚟嘅。咁佢點解咁傷心咧？原來咧，佢個好朋友咧梅艷芳咧就過咗身咁樣。咁原來咧，佢即係由佢口中咧，我認識咧啊，原來梅艷芳咧係一個。即係好得人心嘅人嚟嘅，佢係一個好樂意幫助人啊咁，可以話簡單好即係好多朋友嚇。咁、啊、我結果咧就用我哋嗰個方法啦，用我哋同佢療法啦、自然療法嗰啲工具咧，係將佢完全醫翻好曬嘅。咁但我覺得咧，香港人咧會唔會咧希望咧係有一個更加好嘅現象咧？即係話咧，梅艷芳啊、張國榮啊、羅文啊。佢可以繼續為我哋唱歌，唱到佢壽終正寢、啊、老先死呢。香港人其實係因為我哋現時嘅醫療嘅制度嗰啲缺陷呢，係導致呢其實好多人呢係真係好陰功，係無謂呢係被犧牲嘅。咁今日我哋聽到啦，馬時亨係咪佢原來無意之間發現到呢，原來佢腦呢有啲血管瘤喺度，即係植物、動物都有。啊，冇得醫嘅西醫話。西醫係冇得醫嘅、即係好明顯咧。嗱，佢一係咧，佢有啲症狀啦，係導致佢走去做呢個身體檢查啦，咁樣。咁一般嘅可能症狀都係
即係頭痛啊，咁經常性頭痛啊。咁我亦都了解到咧，另外一位立法會嘅議員余若薇係嘛，都有同樣嘅問題嘅。咁我相心心信咧，佢呢個問題咧，不嬲都喺度噶。佢以前咧唔知道好地地嘅。一知咧，個醫生咧就解釋俾你聽啦。你一定要停止呢個工作，你唔能夠再受任何壓力咁樣。即係佢都由頭到尾，佢26年裏面都係受不定壓力咁之下嚟到生活噶啦。咁係唔係話叫佢唔好做嘢，休息一下啲咧？佢會活得長久啲咧？完全係冇科學證實到呢樣嘢嘅。但大家知唔知道咧？余若薇呢啲咁樣嘅血管瘤，馬時亨呢啲咁樣嘅血管瘤。在自然醫療裏面呢，在同學療法裏面呢，有很多有很有效的工具的。咁即係如果我將來我哋香港有呢類咁樣嘅自然醫療嘅醫院出現咗呢之後呢，我覺得呢香港人呢會真係會好幸福。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呢，呢啲咁樣幫得香港人嘅局長呢，係唔需要呢係感覺咁無奈。可以咁講呢，坐喺度等死咁樣，即係好似隨時係啦，隨時好似即係即時炸彈會爆出嚟嘅。其實呢啲咁嘅問題呢，我過去呢我哋醫過好多嘅，包括有啲病人呢因為呢啲血管瘤爆中風昏迷，我用同佢療法將佢救返出嚟，係當西醫束手無策之下。我遇到有啲病人呢年紀好輕嗰時候呢就已經中風，亦都係因為血管瘤呢個問題，好多20-30年之後，我用同佢療法處理之下咧，佢一樣會改善。咁即係我今次點解會即係喺一個完全冇政治背景之下，我會咁走出嚟咧？我一定會接受好多挑戰，我係已經做曬準備嘅。你任何挑戰咧，我都會係會迎接你哋嘅。但希望咧，就香港人咧就唔好咧再陷於呢啲污糟政治呢啲咁樣嘅鬧劇。即係畫埋曬啲好無謂嘅嘢嘅，嚟到大家即係太多啦。我有啲間中有啲病人都咁講啊，你真係想咁做，好冇癮嘅喎。人哋會畫埋曬啲無謂嘢，咁我心啊，針已經畫嘅嘢你畫曬啦。過去咁多年嚟全部都做過，不斷咁做呢樣嘢啦。你要查我嘅嘢，查過好多次啦，拉我哋上去去法庭話我哋係冒牌行醫，我哋都審過啦，係咪？甚至乎嚟到查我哋嘅數睇我有冇瞞税都做曬啦。呢個一般嚟講，你要搞人都係咁樣，用呢幾招㗎啦，都做曬㗎啦，係咪？咁點呢？即係我哋香港如果一般市民又不斷咁接收到呢個訊息呢，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原來我哋唔好再玩呢個遊戲。如果你發現啲傳媒呢係不斷地用呢啲咁樣嘅負面嘅消息呢嚟到詆毀人哋呀，嚟到抹黑人哋呢，你就即刻停止買佢個刊物囉，唔好再買呢啲咁嘅雜誌囉。其實要講香港唔論邊個層面呢，其實我哋自己都可以做得到㗎。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咪仲有好多站可以醫生繼續介紹你正光嘅，逐樣嚟好啊！逐樣，我或者再大家再同大家分享啦。我哋跟住有好多跟住嚟嘅喺呢個競選嘅時間咧，我哋會開咪同大家討論下。咁我首先咧希望咧就大家先上網上啦，睇睇我哋個正光啦，中英文都有噶啦。咁如果你認為你希望有個即係印刷版本啦，咁我哋喺7月1日咧，我哋咧就會喺維園咧，我哋會參與個遊行啦。今次咧就唔係我一個人去嘅，我哋到時咧我哋會有大概1000人會加入我呢度，希望咧你能夠加入我哋嘅陣容啦。令多啲香港人咧了知道咧我哋個解決方法。咁如果我哋嗰個政綱裏面有啲咩不足嘅地方咧，希望咧我哋隨後嗰幾個星期討論嘅時候咧，歡迎你哋打電話上嚟令到我哋寫 email 又得 ，email 又好，係啦，其實已經相當多 email 一路咁接到噶啦。好，咁我哋係用我哋個香港嘅解決方案行先，你唔係。今次不是只是選袁大明，你是選袁大明的解決方案。好，多謝大家。